小林刚才那个纸条呢？刚才那个，不是在开玩笑的，现在不一样，现在不会打哦，没得不一样，有水果了噻。你不管噻，不管噻，有农机到了不管事了。对，我们不说走亲戚，挑着以后，挑着，对方路白没路够，要路白。对，路白一般那个有1.5公分到2公分就 OK 了。路白没路够，要路白。露白的是意思就是露白的意思就是这个是新的，这个木桩也是新的，它这两个就有生命力。如果你把这个掐得太过不露白的话，那这个是新的，这个是旧的，它没有结合在一起啊。